MEX 感官共创发布会，请先闭上眼睛。你现在身处一片红色海洋，前面有一个人，你觉得他很熟悉，你慢慢靠近。三、二、一，睁开眼睛。我偏爱这样一种颜色，它赤橙，炙热。摩登是什么？你想是什么就是什么。百威珀斯直火炼就，燎火上市。打开百威，大展宏图。要不要喝点什么？都可以啊。Do you like me? If I fall, Do you like me? This me. 用它试试。可以啊。这样喝更方便。欢迎进入 MEX 感官共创发布会，有请百威 MEX 感官共创师肖战。现在请拿起你面前的 MEX，放入感应装置中，开启一场属于感官的独特体验。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云浩，非常开心来到现场。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再次热烈的欢迎今天百威 MEX 感官共创发布会的共创师肖战，欢迎。Hello， 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以感官共创师的身份来到 MEX 的发布会的现场。是的，刚才已经辛苦了我们的共创师战战，在第一环节自己独立完成了我们点亮仪式的这个部分。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见了，然后最近也都知道你很忙碌啊、当然大家在看得到的地方呢是有目共睹的精彩，在看不见的地方应该在暗自使劲当中。所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在忙些什么，心情怎样？最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很充实。对，然后在拍戏，拍戏的过程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不同的知识吧。哦，那就是说，可能戏的类型上，或者需要有不断的一些学习的过程，有更多的体验了。那大家也共同期待一下，在后续的作品应该会有不一样亮眼的表现，对吧？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暂时把这个工作抛到一边。然后我们把今天这个现场，刚才打眼一进来，我觉得所有的朋友，包括线上的朋友们，应该有目共睹，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然后散发着魅惑气质的这个色调还有环境。今天我们就给你放个小假，而且我们的老伙伴百威也特别在今天的现场用通感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主题给你准备了一系列的体验环节。刚才进来看到这个现场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就是有传递出这样神秘的或者魅惑的感觉？有，非常的神秘，然后还有一个亮灯的仪式，很有仪式感。我给你预告一下啊，就是提到通感，你应该是有听过的，肯定是了解的。咱们的这个五感上，视觉啊、嗅觉、味觉、触觉、听觉，其实一感关乎另外几感。有的时候看到什么，你可能马上会联想到什么，或者甚至想到它的味道是怎样，对吧？这是所谓的通感。那关于这个，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过往的经验，比如在某一个瞬间几感相连的特别奇妙的体验？那可能是嗅觉吧。嗅觉会让我产生一种画面感。嗅觉会有画面感？对，直接关联到了视觉。就闻到那个味道的话，就会想到令自己印象很深刻的一些记忆。嗅觉触发了视觉，然后联想到了记忆，这样一系列的反应，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百威 MEX 全新的产品它所应用到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通感。其实大家如果在看我们今天现场也好，包括我们的主瓶身也好，就是刚才站着手上的这个点亮器，就是我们的主角，它的瓶身上就有一句话啊， Brewed with 100% courage, love and dream， 意思呢就是淬炼心中的光，用最为纯粹的爱、梦想和勇气。
所以他把很多很美好的东西应用到你不同的观感，串联在了一起。嗯，这也是我们在接下来希望在不同的体验区当中带给湛湛。嗯是。所以提前给你预告一下哈，从2019年的春节也好，包括我们之前的这个百威珀斯或者百威的 Mi 三，再到今天我们全新的 MEX， 嗯，一代一代的这个迭代当中呢，跟湛湛有很多特别惊艳的这个画面给大家呈现出来。所以在今天我们会有一个再升级的体验，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三个不同的区域，嗯，啊，有通感区，嗯，完了呢，色彩区啊，还有调酒区。哦，所以我没有忽悠你啊，就是我说真的，今天要给你放一个小假，让你稍微放松一下，嗯，是真的有。嗯，那期待一下吧。好，有准备好吗 ？OK 啊，随时。哦，很轻松的口气啊，那我们不耽误大家时间，一起去看看我们接下来的体验区如何，好吗？嗯，走。感官世界之门现已开启，请开始你的体验。欢迎肖战来到 MEX 感官体验区，在这个区域你们即将完成第一项体验，准备好了吗？听到了吗？我们在这个区域马上将迎接新的体验感受，整个色调大家已经看到了，而且呢应用到了非常漂亮的这种设计风格，也是一个复古蒸汽风。然后呢，如果在接下来时间我们的战战来，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嗯，在这边看看我们两位的感受是否一致哈。嗯，首先现场已经布置到了很多，应该是说比较复古，足够复古了，嗯，反正比咱们年纪要大很多的元素。对，重头戏你有见过吗？以前？我没有用过，但是我见过，就老旧的，就是年代感的剧作里面可能会出现。是是 是。那跟大家讲一下，嗯，这个区域呢，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这个观感区，是主要要通过一些视觉的符号，嗯，包括一些隐藏的线索，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嗯嗯，有没有想要按按它？可以，因为这些机器啊，全部都是潜藏着年代的记忆感，嗯，还有一些等待被你激活的这个灵魂在，嗯，所以可以随便按按什么。好，那我先这一台好了。这台应该爷爷辈儿了，这个年纪不小。有画面吗？我不好意思，我刚不是跟我说随便按一个键吗？我说随便，但是实际要按这个。哦，哇塞，它居然还能有画面！我还是彩色的呢，还是彩色的，对，真的是，居然是彩色的。这什么桃心？是很多颗砰砰欲动的小心脏，嗯，很立体的 3D 的桃心啊。那这台我就特别好奇里面的画面，这是那个钮吗？你确定吗？这是什么？桃子？它是桃子，嗯，是落水的桃子，而且我闻到一股桃子的香气。你已经闻到了是吗？嗯，真的有哎。所以这就是我们隐藏的线索，就刚跟大家讲，嗯，除了视觉我还没问，你就已经闻到了，说明这个味道还是非常浓郁的哈。嗯，好闻吗？嗯，很好闻。这个气味啊，我跟大家预告一下，是会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也是我们全新的 MEX MEX 的这个新品当中，嗯，会含有丰富的桃子味，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你摸不着猜不透的果味，需要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慢慢发现。嗯，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别的讯息在这个区域需要继续发现和探讨，所以我们移步到那边已经准备好了，走，我们去看看。哦，好了，我们移步到了一个全新的区域。然后，嗯，刚才我觉得那个电视机里的老旧画面出来的时候，其实还蛮震撼的。我说为了这个震撼，是因为那台机器的年代感，嗯，然后还有它那个画面的鲜活的活力，带给我们那种视觉上的冲击。嗯，所以像刚才你看，又闻到了非常令人垂涎的桃子的这种丰富的香气，嗯，然后又看到了非常可爱蓬勃欲出的爱心。嗯，这些视觉符号还有气味的符号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品牌一定有一些美妙的关键词想要传递给我们。嗯，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现代的超前的那个 3D 的桃心，然后跟这种很，嗯，很有年代感的电视结合在一起，它有，嗯，让人有一种很梦幻，同时有一种很产生一种梦想哦的那种感觉。哎，接近了。嗯，梦想的感觉，哦，已经落到关键词了，嗯，就给人感觉在梦境一般。嗯，这应该是以前的作文满分吧，这个联系能力可以呀，啊，这是我们的一道小考题。哎，嗯，通过现场的这些视觉嗅觉符号，如果能凝练出今天品牌要传递出来的精神，你看满分体现。好，
那既然我们刚才这个小小的一个考验过了以后呢，我们再注焦到这边，其实你刚刚说这个梦想啊，真的一点都不违和。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这个红色啊，就是我们全新新品的红色啊，它不是那种心头的朱砂痣或者手上的红玫瑰，不是那种红，它是那种见到喜欢之人的时候脸上不自觉洋溢起来的绯红色，那种桃红色。所以当你把爱和梦想、未来和希望捆绑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的颜色就会让人给人感觉特别的年轻、活力和自由奔放。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包装带给了我们很多可以憧憬的空间。那同时呢，这个小包装也贯彻了以往，就是之前你还记得吗？这个系列就是我们的 Me Three 啊，包括在之前 Me 的系列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它的可以吸的啤酒这个元素啊，有发现吗？这个是熟悉的老朋友，老朋友了，就是哎，这个吸管给你拿着看看。之前我还特别有看到，就是在以往的这个电视的广告片当中，好像有比较酷的这个玩吸管的这个镜头，现在可以再现吗？就上学的时候就是玩笔。那有好好听课吗？当然，两不耽误是吧？那今天依然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灵感得到了一个再延续啊。如果你觉得大口啜饮，哎呀，过于奔放，想要感受一下非常非常有调性，一点一点去吮吸和感受那种气泡与甜味交织在一起的精彩，那么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吸管来感受这瓶新品的魅力。所以这个方式也推荐给大家，你觉得如何？非常好啊。那接下来呢，把这个先放一下，虽然我们现场不能够马上来体验这个新品的味道，但是呢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真的不是一个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小的假期啊，我刚刚不是说今天要给你放个小假吗？但还是有工作的，接下来还是有要忙的。我们现在想象一下，假如突然现在活不干了，下班了，明天戏不拍了，给你一个超长假期，你想去哪儿？回家吧。回家，陪陪家人。对对对，陪陪家人。哦，这应该是一个很真实、很真挚的一个答案了。我觉得这也是忙碌在每一个在异乡打拼的也好，然后或者在自己究竟的城市忙碌的年轻人一个最本真的一个愿望。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对于你的这个期待也是一样的，你知道，我们怕你不忙，但是又怕你太忙，所以还是希望要多多的照顾好自己，留有一定的时间给自己和家人。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环节我们也收集了一些我们的各个朋友啊、网友朋友啊、粉丝宝宝们的这些问题啊，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除了刚才这个休假之外啊，第二个部分就是今天我们整个现场啊都是这样的一个通感概念嘛，咱们前面也说了什么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听觉，在这个五感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一感哎是你异于常人的？异于常人啊，不能说异于常人，或者在你认定当中这五个条件里面哪一个你自己排位比较靠前、比较优越的？那可能是嗅觉吧。嗅觉。这是一个什么吃货的自我修养吗？就是因为我觉得今天来到这个现场，就一直闻到一股很浓的水果清香味。OK。所以水蜜桃的香味。明白。那闻到的是水蜜桃的味道，所以此刻焕发出来或者说激发了你五感当中最排名第一的就是嗅觉的部分。OK， 那其实之前我们也看到了你给我们的这个百威蜜系列的这个广告片当中，哎，然后也有非常多可爱的然后或者说温馨的这个画面。在家庭的一个氛围当中嘛，然后在休闲的过程中，哎 ，Do you like me？ 我还记得那一句非常啊 ，This me， 大家应该也看过那句广告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广告片里面的那一瓶，包括今天我们全新系列的这一瓶，其实它的这个口味啊，包括设计理念呢，都有一脉相承的地方。那除了刚才的这些问题之外呢，就是第三个，我们也集结了一下大家的不可以喝。闻一下，是不是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有丰富的这个桃子的味道？桃子。那我们今天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在现场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作为我们的共创师，今天通过你的直观传递给我们有什么样丰富的气味在里面？桃子，葡萄。桃子、葡萄最直接的。那如果想要充分感受它的桃子和葡萄的口味，或者还有潜藏的其他的味觉和嗅觉信息的话，我觉得用啜饮的方式比较合适，你就可以小口小口咂嘛，就是感受那个气泡和果味在碰撞与炸裂的时候带给大家的那种感官享受。
刚才作为我们的感官共创师湛湛给我们分享了两个味道，其他更丰富的味道，哎，希望大家能够像品鉴一瓶香水一样，把这个前中后调都分割出来，然后在我们的官方渠道反馈给我们，看看大家的灵感还有你的这个味觉和嗅觉够不够灵敏，好吧？嗯。恭喜肖战完成了感官区的体验，即将进入色彩体验区，升级你的所有感官。哦，哇，好智能啊！我们的下一个区域的大门已经打开了，好，来，小心，来，放一下，放一下，好，好。那我们准备移步到下一个区域，是我们的色彩体验区，嗯，一起去看看。接下来有请肖战开启第二个体验。五、哦，哇，我们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区域，而且这边看起来有很多很好玩的设计。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也跟战战来分享一下。其实涉及到美学的，我觉得他比我更有发言权。就是一看，这就是一个开源设计墙的感觉。就是这边啊，是我们百威在这一次的新品系列当中特别集结了国内非常知名的设计师力量们，嗯、为他们的 MEX 全新设计了不同的这个冠身创作。嗯，而且今天在其中呢，也有一位冠身的设计师来到了现场，稍后我们来介绍。好。我现在先让你盲测一下啊，盲猜一下，在这么多的这个瓶身当中，有没有哪一个让你看上去以后比较打眼，或者说哪一个你看上去比较喜欢？有点难选哈、哦。觉得都还挺好看的，但如果一定要选，我觉得，更适合 MEX 的氛围的话，我觉得是这个吧。你是选了一个跟你色调接近的吧？来，这瓶哈，嗯，我跟大家讲。这个大概就是命定的缘分吧。选择了这瓶淡紫色的瓶身的设计者，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他，而且预告一下，他是国内现在非常非常先锋的知名青年服装设计师，他的作品也已经走向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非常的厉害。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设计老师陈鹏。Hello，Hello，Hello，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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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着没关系，我们到中间。来吧，怎么来都来了，不要那么客气了，强买单的感觉啊。那个这个瓶身你今天设计的时候确切没有，就是没有这个投其所好，你看这身其实是也是一个巧合了、啊、因为这个作品其实是当时看到这个瓶身的第一的感觉、嗯、就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感受。嗯，好，可以。那我觉得这个啊，就是设计老师啊，设计师们永远都是作品见真章，手底下见功夫，对不对？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也不怕难为你，反正我们俩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哎，我们在现场呢有这么样一个小的挑战，始作俑者是我，我会给出一个命题作文的题目而已、嗯、然后呢湛湛作为课代表会把这个题目做一个延展，嗯，然后他会给出你几个形容的关键词，嗯，然后你呢就是那个需要完成作业的学生。哦，老师要考试吗？嗯，可以这么理解哈，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呢这个题目不计分，哎，没有 KPI， 你就肆意创作，怎样挥洒都可以，好吧？有这个信息吗？没问题，没问题啊。你有问题吗？我没有问题。好好，那我要出了。我的这个关键词跟我们今天产品的想要突破和打破常规等等的这个理念，嗯、有一个词最难形容，就是勇气。哦，嗯，好了，你可以开始做事了，就延展就好。几个词，想想啊、勇气的话，对，可能是我会想到突破。嗯，然后不受拘束，不受拘束。嗯，还有就是勇气，勇气，敢作敢为。好、啊，嗯，突破，不受拘束，拘束，敢作敢为，这几个词够吗？勇往直前。好、啊，再加一个勇往直前，勇往直前，可以。嗯，那看来这意思就是胸有成竹，够了。嗯，对，行，那我们把接下来的工作区画面交给你了啊，我们要可是看着现场的这个作品诞生啊。没问题。好，走，我们去那边。好。哇哦。哇，这边我们看看，哇，你这工具不少啊，带了蛮多家伙来的，真的是把自己的武器都带到现场来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因为我这是纯门外汉啊，可能站长还认识一些，这分别都是干嘛的？
主要分几个类别吧。啊、这个像就是前面的这个是水彩颜料，这个比较直接，就是、我们要调大量的水去，它的一个层次会比较丰富一点。OK。然后这个呢就是油性的那种，就是画在金对油性笔画在金属上面的。好，还有就金属可用的。对，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像就是我们平时会用的一些辅料的其他材料，就是点缀式的，比如像美甲会用到的一些漆状的那种材料。有点按捺不住，再往下还有。然后这边是那个，就是一般涂鸦师会画在墙面上面，就大面积喷绘。对对对，就是油漆，就是彩绘漆喷漆。嗯，好。然后这一趴的东西呢，是就比较难去操控了，它是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玩手办去喷的那个漆，一般要用专业的那个胶枪去喷它。你真的很专业，你就拿了一个跟自己一样的颜色，就是自己色。然后这边是固定的颜色，就是比较顽固的颜色。然后这个缸就是用来清洗用的是吗？对，单纯用来清洗的。嗯，好，那看来你都已经这个准备好了。那我应该把这瓶给你，对不对？我看这个应该是一个半成品。对，好，那现在我可以开始去完成它下一个阶段。术业专攻，你来做，我们来讲，我们就只能看了。你可以开工了，可以，没问题。那我动手了。好，这个感觉是个大工程，要动手了。其实看他做的这个过程啊，现场是比较轻松的。其实我知道很多的这个设计师，然后包括职业的这些设计家们、艺术家们，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完成的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更加漫长和辛苦的过程，是需要去抓耳挠腮、苦思冥想，有灵感，然后付诸于不同材料的尝试，对吧？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以前我也看过你有自己各种各样的会去绘画呀，或者做别的艺术形式的一些尝试啊，是之类。所以如果今天让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创意设计的话，你自己会去有一样的信心吗？就比如说如果今天给你这个钱、sorry 这个 OK 吗？没事，可以啊，很真实。那如果今天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比如说今天就是一个空白屏放在你面前，完全让你自己去画，随心所欲的去画的话，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在上面添上什么样的颜色或者主题？这个得好好的想一想。就是不是因为要投入市场，考虑一下市场反应，所以不是一时三刻马上能给出的答案，对吗？对，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这种很个人倾向比较重的这种随机性的涂鸦跟创作的话，不用去局限它，就是你随心所欲就好了。可能这就是艺术的这个魅力。包括我觉得跟职业的好演员们在演戏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即便有剧本的条条框框，然后有一个固定的人物形象，但是每个人去演依然会有不一样的画面，不一样的情绪。当然哦，所以这个是应该算是艺术创作的共通之处吧。对对对。那如果就是要刨根问底问你，最近在创作这些艺术角色的时候，有没有哪个片刻或者哪一些角色能说的说哈，是让你觉得跟以往比对起来有一点点突破的？我觉得每个角色都有，每次都是尝试，每次都是在突破，因为每个角色都不相同。嗯，然后再加上他遇到了不同阶段的肖战，所以也会碰撞出不同的东西。哎，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因为我们不会有同样一天的自己。对，所以每一天的你，每一天的心情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看到你每一个角色也应该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独一无二是我们喜欢一个好演员，喜欢一个好的艺术家的这个最大的原因，因为在不断的给我们这些新鲜感和感动。嗯，在我们话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陈鹏老师也在不断的创造他的新鲜感。其实啊，我就特别怕我们在讲他的时候打断他的那个创作过程，因为你要看过他的那个个人设计作品，你就知道其实他是一个灵感特别肆意奔放的人。他的很多那些作品啊就特别的大胆，让你猛地一看，因为是服装嘛，就是不知道怎么穿就是从造型、用料选择等等都很特别。所以这一次跟百威的这个合作，我们可以一步到里面看，我觉得虽然这样可能会可能就是我会开始去就是做一些就是喷漆类的。好，那我们远一点是吧？哦，没关系好。现在是一个我现在会去打底去换它一个颜色。好，没事，你继续，那我们离远一点。 好就是艺术家在工作的时候能够给我们近3米以内的这个权限，我们已经很知足了。
这个在创作的过程呢，其实比我们平常自己写写画画啊什么的是完全不可以相互去比较的，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高度和专业的要求。所以以上这些部分啊，很多的这些专业的工具它是具有一定的小小的危险性在，也建议大家呢谨慎的去选择，比如你也要去从事相应的艺术创作，要选择安全合理的方式，好吧。那么在现在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应该还有一点点的这个时间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也问问看战战，就是今天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刚才有过，你看前面有视觉上的符号，然后有嗅觉上的感受，陶瓷的，然后呢也有这个玩味在指尖的这种吸管啜饮的这种全新的饮用方式，然后包括在现在哪怕是一个瓶身上的元素，它都要经历这样一道一道打磨，一道一道精工细作的设计和处理。所以就是我们其实往往呢就是只看得到产品最终面世的时候啊，销量如何，或者说市场的口味反应如何，但是可能我们很难够看得到产品在设计研发的阶段那个过程。对，为了调配我们闻到的这个桃子和葡萄啊，为了尝到我们这些富裕的口感，它经历了过怎样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今天给了大家一点点初窥的一个感受，更多的这个过程需要大家一点点自己去真实的去喝，真实的去体验了。它可能需要点时间干一下它啊，没问题。好，那我们这样好不好？没事，陈鹏老师你继续操作，因为今天本来就有一个小的环节需要你共同来完成。你这再不完成我就已经没话可垫了就是需要真的同步来操作，让我们加快进度。现场呢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个小东西，这个又需要你来加工一下。是这样的哈，我给你解释一下。这里有一张彩纸啊，没有给你这个颜色的选择机会，希望你呢能够发挥这个我们小学美工课时的这个技能啊，可能要比那个更高一些要求啊，随意的创作一个主题。在最后呢跟陈鹏老师共同完成一个瓶身的创作，就剪一个纸，然后我们把它贴上去就可以。好，可以吗？可以啊。我们为了加快进度，你现在窥视一下它的这个瓶身的创意进度，然后你想一下你剪个啥贴上去会比较合适。好啊好啊，那我就交给你了。好啊，没关系啊，你就是拿着我们的小剪刀充分开动脑洞。你要有两个相信，第一要相信自己的手，第二要相信我的嘴，无论你剪成什么样我都会给大家一个开心又合理的解释。我们到后面来吧，这样离陈鹏老师近一点，给他一些压力，不然他是我感觉他这个创作要到明天哦，会有点压力马上好了，没关系慢慢来。现在这样比对起来好像我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闲人，就是我是一个监工，就是看着两个手艺人然后自己来完成这个创作过程。来，我们往中间一点。好，为了让我们的这些网友朋友能够看得清楚一些。好，哎，你还顾得上礼物，他上手剪了以后就完全不搭腔了。其实你顾好自己，你不要怕万一他下错剪子，我跟你说等会儿出来的效果我不保证我一定圆得回来啊。好挺好的，没问题啊，没问题啊。行，专业的艺术家，专业的设计师，盖戳，官方盖戳认证。看看旁边这位这个剪纸的小朋友他的手上功夫如何，我还蛮期待的，看看等会儿出来的效果。所以越剪越小，你最后剪了个纸环啊？不是，是一个小太阳。哦，你小心哦，不要把它弄破了。应该不会。哦，真的是个小太阳，很可爱。这边有这个这边有这个双面胶，我给你备好了。好呀，等会儿你可以就把你这无处安放的小太阳，这留了一个空白的区域给，可以啊，就我们一起去创，放这儿行吗？这个好像行，你们俩自己定。可能要有这个胶吧。可以。好，那个是纸胶带。sorry， 我们要用个镊子，用镊子去夹着它去添乱。好，你交给我吧。好，他恨不得所有都放着我来。战战之前学设计的，应该没问题的。对，术业有专攻，这个，对吧？常说业精于勤啊，虽然可能平常上手的机会不多，那我就有机会就按捺不住，冒昧的把它放上去了。别，放这儿行吗？
可以。这件作品因为有两个人的合力，变得更加特别了。好，完了，哦，完成了是吗？耶，yeah ，可以。来，我们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好的，好混搭啊，这个真的有点混搭，蛮炫彩的，但是很好选材哦。看一下这个，大家有看到吗？这是一个可爱的太阳的光芒，嗯，是，然后有这个放射状的这个纹路，不用抽象的艺术结构，很直观的一个传递。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太阳的这个感觉和这个瓶身的这个感觉，两个人都是各自出于自己的这个手下的设计，所以我觉得应该由你们俩来解读。你选了这个色调和现在的这个设计的结果是什么灵感？先给我们讲讲看。首先其实这个罐身呢，我是用了就是紫色为基调，其实我是用了，其实它这个紫是怎么形成的，是我用了那个荧光粉色加蓝色，它的一个间色就会变成了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紫色的一个晕染的过程。因为其实今天当我走进这个就是空间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就是当下的那个 moment， 其实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未来和赛博感，以及就是给赛博感。对，我们站一下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得到，所以其实我用了蛮多这种，这边给大家看一下镜头前，这哎，这可以看，这是什么？这边前面这个其实是那个就是百威的一个，然后外面就是我们喷漆出喷出来的一个形状，其实是用了就是像剪纸的镂空技术去喷出来的，然后外面是刚刚画的一圈就是粉红色的那个线条，因为整体像霓虹灯一样，对对，其实跟这个红色太阳它可以有一种协调感。然后再转一下看，这边是 MEX 跟那个就是我们很机械和未来感的那种就是转折性直线性线条比较多，它就是给人一种就是对未来一种憧憬，勇往直前，就我们要充满梦想。是的，他还记得我们刚才出的题目，好厉害，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可以，那站站这边呢，因为太阳是站站给的，然后刚才纸是给了你，完了你剪出了这样的一个太阳的轮廓和放射状的一个光芒。其实就是刚才闻到那个桃子的香气，让我想到了希望，然后有一种很美好的感觉，有一种阳光洒下来的感觉，所以就剪了一个小太阳。剪出一个小太阳，对，就是，而且这个紫色的罐身有一种感觉是刚刚入幕时的木叶时的那种天空，对，然后有一个在这个时间本不应该出现的这个阳光的感觉，所以它有一个时空上的矛盾感，就感觉更加的魔幻和迷离了。我觉得也应和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猜不透的果味，然后不住的让你有目眩神迷的这种设计感在。然后呢，也跟大家来再次强调一下哈，这个瓶身它是一个半成品啊，最终如果要跟大家问世的话呢，其实是一定会有非常漂亮的这个呈现，更为精致的这个材料的啊。所以呢，我们也把一个课后作业留给大家，怎么能让我们现场的这个两位，哎，只让他们来忙活呢？我们把这个瓶身啊，好，给大家看一眼哈，这个瓶身，记住它好吗？这是我们现场的站站和我们的陈鹏老师共同创作完成的。同样把这个作业留给大家，这个瓶身交给你的时候，根据我们刚才勇气的关键词，你们来进行二次创作啊，肆意发散，肆意选择颜色，肆意选择题材，只要能够与它相互辉映，觉得合适就可以。大家有信心完成吗？哎，我听到了很多声有。好，那我们就这样把作业布置下去了哈，大家加油好吗？那这个作品你们还满意吗？挺满意的。还有啊，那我们要永久馆藏了。好，我们把它限量版，哎，限量版，好的。那这个我们替百威品牌方收下，也谢谢 MEX 给我们这样一个漂亮的。恭喜肖战成功完成色彩体验区体验，接下来请肖战继续前往调酒体验区体验 MEX 猜不透的口味。好，门开了，那我们就应该时间到了，来，我们去下一个区域了。辛苦陈鹏老师，辛苦，谢谢，辛苦，辛苦，辛苦，好嘞，辛苦。那我们去下边了。好好好，好，拜拜。请肖战完成你的终极体验，开启 MEX 调酒之旅。终极体验，而且居然是调酒体验，调酒共创。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区域吧，就真的有一种没有在上班的感觉，没有在工作的感觉，就真的验证了我们今天就是要给你放一个小假。所以呢，这个小假要怎么个放法呢？就是在最后的这个部分，让我们的这个感官共创体验区在最后一关升级到了终于，哎，味蕾的爆炸。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准备了一个专业的调酒老师在旁边候场，然后呢，我们也会
结合现场的一些小设计，给他派发一个稍具难度的小任务。嗯，是这样的啊、在我们的身后呢，有几个盲盒，哎，上面全部都是 M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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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无限可能。嗯，你在里面随意挑一个吧，这个 A、B、C 选项，你这一般找不到答案选几？中间吧。对，中间。是什么？两短一长，选谁？都一样大小的话，那就随意一个。哎，这好香啊！这啥？花椒。花椒吗？是真实的花椒吗？嗯。哇塞，真的是花椒。很香啊。哇，这个花椒你应该很熟了。嗯，是的，这个从小到大，对对对，的吃食当中，每一顿菜里面都会加这个。你们真的是每一顿基本上，我去重庆的时候，连早上的小面里都会有，对不对？嗯，会。哇，天哪，这个就是抽到了本家啊！很是是是这样，我感觉你很享受的这个感觉，很香啊。好啊，那我们看看，在你看来很香的这个花椒，嗯，在我们现场调酒师 Michael 老师的这个精工细作之下。能用花椒调出什么酒水的味道，我也很好奇。来，我们把这个有点呛口上头的花椒交给我们的 Michael 老师，辛苦了啊。哎呀，我怎么觉得给人家抽了个难题啊。你因为他要用这个跟咱们的 MEX 一起来调一杯酒、OK、啊、你看刚才咱们前面的这个感官体验区，视觉，然后呢触觉，嗯啊，嗅觉都有了、嗯嗯、啊，包括观想、联想能力也都有了。是，然后在今天我们最后的这个区域呢，终于要难到、嗯、又难到别人身上了。这个创作的过程交给专业的调酒师来完成，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肯定没问题吧？肯定没问题，还蛮有信心的是吧？我看他在忙活着的挺像模像样的。这个虽然我还真是没有尝过相似的这种味道花椒口味的调酒，但我特别好奇这杯跟我们的酒水调出来以后是什么样的口感。嗯，蛮好奇的，我也挺好奇的。对，虽然我们没法在现场真实去喝，哎，但是呢，我们可以闻闻看。我看他，哎，我觉得很多男孩子就是自小的时候看到过一些影视剧作品里面在花式调酒的那个调酒师，还挺帅的。嗯，对不对？就上下翻飞各种，嗯，就手脑心眼并用的感觉。嗯、他也是这样，哎，真的摇起来，摇起来啊！说不得，一说就给你表演一个。对，可以可以，我觉得值得期待一下。哎，终于能够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在工作现场感受一下，哎，放松的感觉。呵呵，等待一下这杯酒的出来，哎，我觉得是不是差不多了？感觉快了。说回这个花椒，最近一次吃家乡菜是什么时候？前几天。就很近啊！你是那种那个，就肚子最饿的时候会最先想到家乡菜的人吗？嗯，我还好哎，就是、啊、因为我现在不太能吃辣、哦，不敢吃辣了。对对，因为吃会上火，长痘痘。对啊，主要还是有这方面考虑。那、啊、我这个也可以理解哈、啊。那但是虽然吃食上没有办法经常去吃到重庆菜，嗯，但如果我让你选一个你心目中最喜欢的城市，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问过你啊。但如果我就要再一次的烦扰一下的话，你会选择是我心里想的那个答案吗？当然了，重庆。啊，我为家乡代言 ，always 一样的选择。对。哦、啊，我们前一段时间有看到，就是在重庆城市间游走的这个画面，很漂亮的这个风景，然后包括很有风情的小吃。是。啊，然后在我们话说之间呢，虽然我们现在不在重庆的现场，但是呢，我们一杯有着重庆元素、花椒元素的酒已经差不多了。今天作为共创师站站，嗯，提供了一样我们的这个花椒，哎，共同来完成这个酒品，我觉得还不太够，我觉得不妨我们到现场，我们先来看看它这个状况如何。好，然后如果不够的话，咱们现场备了一些水果，嗯，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咱们选一些可以加加看。你现在先觉得这个半成品怎么样？怎么样？很香，就已经可以闻到花椒的味道还在里面吗？有一些，有一些，嗯，我也想闻闻看。嗯，还是可以闻到那个花椒的余味的。嗯，但是更多的是被那个果香，对，果香盖住了，对，就没有那么的浓郁冲鼻了。嗯，我们这边还有一些丰富的这个水果啊，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多吃水果补充维生素。嗯，然后呢，我们觉得这个口味，如果你要丰富一下的话，你会选一些什么放在里面吗？嗯，这个权限交给你，当然你也可以就直接就着这个花椒味戳一下，没有问题。就是如果让你平常自己来蓝莓的话。然后看一看，嗯，觉得可以放，可以把
蓝莓切开然后放。蓝莓需要，哦，小心哦。好，一颗蓝莓，就放一点。一颗蓝莓分两半，然后，柠檬也可以啊。柠檬也可以。哇，你不，啊，吓到我，我以为他要把整个的柠檬切两半，然后丢进去一半。不会啊，可以半片，就卡在这里吧。哎呦，你看，还有，哎呀，色香味俱全都考虑到了，可以，非常的完美，可以吗？嗯，这杯定个价。那这个呢，我们刚才真实的践行了一把这个共创式的这个权限啊，给了它一些别的味道的这个丰富。嗯，OK， 那现在我觉得这杯它应该获得一个特别的名字。嗯，这个名我来起吧，既然味道都已经是你来参与共创了，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如果要体现元素的话，给你一个报复我的机会，毕竟刚才我也给你出过命题作文，就让它神秘一点吧。神秘一点还有吗？嗯，诱人一点。诱人一点。嗯，好，那我就叫它重庆仔。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那他就定名叫重庆仔了哈。重庆仔。哎，这杯酒就叫这个名字。恭喜肖战，现在你已完成所有体验。哦，哎，我的协助下这一关任务成功。好嘞，那我们移步到这边。嗯，好，好了，在此呢要正式的恭喜战战今天完成了我们整个体验区的共创环节。那其实在今天我们刚才相信所有的朋友们也已经共同参与和见证了这样的一个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通感的全篇幅体验之旅。那今天作为百威 MEX 全新产品的这个发布会，能够以这样的一个形式给你放了一个小小的假期，然后也让我们共同参与到了一系列的共创环节，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用心，非常的感谢百威给了我们和给了战战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大家共同来享受这个时间。嗯，那今天进行到此呢，对于这款产品我觉得啊，最后还是应该值得拥有到一个高光的镜头，就是确实也希望大家无论日常的奔忙也好，烦累也好，或者说负压也好啊，无论有多忙多累，都要给自己腾出一定的时间，邀三五好友家中闲坐，最亲厚的朋友，最安全的环境，最惬意的氛围，以及最畅饮开怀的酒品。所以这瓶经过这么多的体验之后，咱们现在再来看它，会不会跟刚开始一打眼就进场的时候，只是第一眼瞧见它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嗯，会会会，会觉得它有更多的内容，更多的更加的丰富。嗯嗯，会有更多内容，更加的丰富。那大家还记得吗？刚才我们在最后调酒的这个区域也给了大家一个提示，就是今天希望大家拿到它的时候，在自己的家里有充分创意、自由洒脱奔放的那一面。你有这样的空间和权益，你可以肆意的去挥洒它的味道，享受它本来的味道，或者进行 DIY 的创作，和朋友们一起去感受它带来的乐趣。这也是我们今天希望百威全新的 MEX 能够带给大家的无限可能，好吗？那这瓶酒我们就替百威还有战战推荐给大家。当然呢，在最后也还是要跟大家一些分享的时间，关于你自己和关于你给大家的，就是我们毕竟还是会在之后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场合、更多的大小荧幕上，看到你的镜头，也知道你会相应有很多很忙碌的一些工作安排和拍摄进程。好，那就是。其实希望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去感受和发现更多的美好，然后为自己的生活注入更多的灵感跟无限可能。好，无论我们在哪里，你在镜头前或镜头后，或者与它有关或与它无关的任何角落，大家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忙和努力，大家也都在为自己的生活注入无限的可能和灵感。希望今天我们发布会现场的这些元素和灵感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小符号，剩下更多精彩的内容呢，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来完成。最后如果有什么祝福结语送给大家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就希望大家好好生活，然后为自己的生活去发现更多的美好。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发现生活更多的美好，拥有它，拥有百威 MEX 全新产品小米酒，这是它非常可爱的名字。也希望你在生活当中能够迷醉自己，迷倒他人啊！希望大家能够享受生活更为精彩的时刻和时间。当然记住要有朋友
要有爱人，要有家人，一起来分享。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全程的共创分享会就是这样，也希望湛湛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能够更多的关照好自己，然后更努力的去拍摄好的作品。嗯，我们希望在更多的剧作当中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就像你自己说的，日新月异，每天都不同的你，好吗？谢谢谢谢谢谢，辛苦湛湛，辛苦辛苦辛苦。那我们今天的线上发布会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还会有更多的花絮，当然湛湛也为我们带来了一支特别的创意版的视频，我们会在稍后放送给大家，更多精彩让我们一起关注。一定要找到确定的答案，此刻的感觉是否就已经足够？或许感觉本身才是答案。当色彩轻盈浮现，如迷梦入眼，深呼吸，气息如思绪，幻化万千。气泡挣脱了引力，直达心底，语音无需答案。百威 MEX 邀你入迷。